在下面点个喜欢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破15个喜欢。Hello， 有什么三位就点？今天呢，是我们的认真生存的第23集。好啦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做的事情跟这栋房子有关，就是我刚刚在盖那栋房子。对，我们之后会再来讲一些关于这房子的事情啊。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干嘛嘞？我们今天呢，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。你们还记得这一集吗？就是我找村庄找了半天都找不到，对，后来我就放弃了，然后我房子盖在这儿，然后交界当来宾已经结束了。对，因为交界当来宾的时候我都是开 Realms 的试用版，因为现在呢我的试用版到期，所以交界来当来宾也就这样结束了。我们拍了一集是在找村庄，找了非常非常久，但是呢我后来再走一走啊，探险看一下附近有什么东西，找一些东西的时候收集物资，对，我就找到村庄了。对，所以这告诉我们不要特别去找什么东西，这样你就会找到了。对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走去村庄的路线。那我走去村庄的路线，我就插着这个火把。对，因为有一点点的远，那没关系。在这个路程途中呢，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吧。最近啊，对了，现在先到下面一个喜欢吧。对，今天要破15个喜欢。那最近呢，我在实施一个企划，叫做全新邮筒。对，你们应该有看世界末日的就会知道。好，那因为开学了，也变忙了。对，变忙，超忙。因为国中，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知不知道国中是怎样？哎，我为什么上不去？好，反正呢就是很忙。对，好，那么现在我应该有上全字幕，可是呢，真是不是？哦，看到。可是全字幕这样上比较方便。来来来，晚上了啦，难怪。好，我刚刚在讲什么？可恶，往上了。好，看闪电，那我的房子会干嘛啦？可以关厕所。好，闪电欸，那会不会那个啊？我房子会不会被闪电打？好恐怖哦，这样。他不理我。哦不，我觉得好恐怖。好，那全字幕我应该就会是单人的，因为这样比较好上字幕。那你们如果想要我和谁合作，就在下面留言。可是我不一定会去合作，因为我觉得像假如你们说蓝杆最近也超忙，比我忙更多，太阳也在忙。对，所以不然你们也可以推荐我一些实况组，对，你们知道的实况组，然后你们想要我跟他合作的，然后我就会去邀请看看。对，确定。好，那我们就等早上吧。早上了，早安。因为我没有带床，
所以只能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说吧。那我刚刚讲到哪？哎，我的火把。好，我刚刚讲到哪？我问题。水桶不要。哦，这里就是转弯的点。好，那你们若想要我跟谁合作，就在下面留言吧，我会试着摇摇看。可是如果那种我觉得邀不到，或者我这样去邀他有点没礼貌的，我也不会讲哎。反正就是，我如果觉得我邀不到，或者我们现在去露营，我会很尴尬的，我就不会去邀了。对，好，那么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我也快到那村庄了。好，那其实我在认真生存呢、啊。我其实很少这样玩生存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样到了。那你有什么？好、嗯，没有东西。耶，好。OK， 看哪，没有人。你们那些村民都去哪了？嗨，啊，你也是一样的。好。那有人跟我反映说，我那个 Minecraft 的那个转视角会很怎么讲，很快啊，或什么会头晕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就来调调看那个吧，灵敏度，我们来调个63。对，好，这样应该就不会很。我也很快或什么的啊，那么我都没有好的啊、哦，这个是不是哦？封印三呢？我这个是封印几？封印四？封印三呢？我不知道。好，那对不起，我敲破了你。耶，好棒，好，我现在有书了，这样试试。我现在有书了，我还需要很多个绿宝石。对，有在换绿宝石吗？猪肉，嘿，猪肉，刚好，嘿，要走啊？皮革啊、哦，好啊，那。我先去找牛，牛牛啊！对了，我们有这什么啊？遗迹吗？嗯？这什么东西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在下面留言。嗯，这里又有哎。这什么？那里也有。哎，这是遗迹吗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们有没有人在玩麦块？对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吧。我看一下现在录了几分钟好了，现在录了16分钟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，我们可以做的地狱门在村庄这里，因为真的有够远。对，我需要走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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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能回家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好，我们先做一个地狱门。这什么啊？好帅啊！我们先做个地狱门，那我现在就回家吧。好啦，那现在我们回来啦。那我们拿一点黑曜石啊和大火石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去村庄。对啊，好累啊、哦、我们就可以再去村庄一趟，然后去建造那里的地狱门。然后下一集呢，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来做铁路。对，那下一集我们先做
叫什么？铁路。你们知道有一个铁轨复制机吗？知道吗？对，铁轨复制机，虽然听起来很奇怪，但是还有什么？那我们就进去吧。Go。哎呦，不行，我们需要一点做记号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进去这个地狱要干嘛呢？我们要来找我们家里的那个地狱门，对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家里的地狱门。那之后我们会把两个串在一起。啊？为什么？太多人，我需要记那个啦。我需要记村庄的坐标，然后在地狱再来找，好麻烦哦。那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再来弄。那赶快帮我这部影片冲15个订阅，15个赞。如果因为这部影片有15个订阅，我也会蛮开心的啦，真的。嘿，对不起，失礼了。我没穿裤子，是。我没穿鞋子，穿了吗？哦有，好，对不起。好，那我觉得今天就这样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影片下方可以点喜欢，然后去追随我的 FB 和 IG， 后脑勺 FB 和 IG， 那 FB 和 IG 就是左下角的那一串。好，然后也不要忘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拜托，谢谢。那我们下一步发的时间就是10月啦，10月我要断考，对，好难过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现在就。